完璧归赵，物归原主。哎，丹丹，怎么回事？高大人，你看，完璧归赵，物归原主，什么意思？我想，可能是黄雀让我们回学校那边等他。哎，我们部署了一整天，不能就这么草草收兵吧？这样，你让他们原地待命啊！班头，你还有副班头，丹丹。走，去看看。嗯。哎，这不像有人的样子。其实我们刚才不该走，黄雀进城，怎么也得经过城门啊。可是，也许是我想多了吧。要不然回去吧。哎，高大人。顾捕快，高大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把孙子救回来了，真是太感谢了。孩子回来了？对啊，你还不知道啊？在哪儿？就在城门下，他们都去接孩子了。谢谢你们，回来就好了。咱们孩子终于回来了。哎呀，我们孩子终于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高大人，高大人，招收了。对啊，而且是很和平的那种。看见那个黄雀长什么样子了吗？没有，一直戴着面具，什么都看不到。家庭小姐，不是我家庭小姐。老蒋，怎么回事？回来就好了。不是说孩子们都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都回来了，就只有艾公子的孩子还没有回来。啊？丹丹的孩子没有回来？会不会是死了呀？别急。其他人的孩子都回来了，丹丹姐的孩子我们没看见啊。谢谢不是说好了交换的吗？我的儿子呢？丹丹，黄雀，你在哪里呀？你到底要干什么？医生啊！什么？就狄生一个人没被送回来？哎，如果你看到丹丹当时的反应，我敢肯定你站不住。那他们到底是在玩什么把戏啊？哎，如果只是贪得无厌，想勒索多点钱，那就好说了。但是如果他是出乎我们想象的聪明，就等于说他已经知道你不是真正的独孤泽南，所以就拿着笛声做筹码来对付真正的独孤泽南。没想到今天会如此的顺利啊，老大。就是，老大，那个独孤泽南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嘛？早知道我们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心思对付他了。他现在一定自己在琢磨，到底败在什么人手里。如果让他知道自己败在120岁的年轻人手里，他不得活活气死啊！是啊，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独孤泽南。不会吧？啊？那几箱银子，只是有人急着救小孩，拿来打发我们。我才不会上当。不会吧？那你干嘛把他们送回去啊？因为我们只要小不点一个人就够了。我倒想看看独孤泽南会用什么方式来换他的亲生儿子。现在想想实在是太有趣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这也不好对付呀。哎，关键是独孤泽南呢，现在都不知道身在何方。那丹丹一定很难受吧？嗯，这一点你不用太担心，我已经找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人去安慰他。除了我，谁还能安慰他呀？你娘。我娘，啊，儿子被收监，前景堪忧，部分财产被充公，
还被冠上世纪大盗之母的罪名，你以为他心里好受吗？所以我就说，我娘怎么可能会安慰丹丹呢？你错了，想要安慰一个人，不是跟他说什么大道理，而是把自己说得比他更惨十倍，这一点我对你娘有信心。丹丹，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难受得不能再难受了，我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可是我还要告诉你，你是我见过此生最勇敢、最坚强、最与众不同的女孩。你敢做敢当是女人中的典范，你敬业爱业是年轻人的榜样，你不仅是个女人，你还是个母亲，我们大家都仰慕你呀。袁夫人，我谢谢你来安慰我，我没你这么伟大，你知道吗？是我亲手把我儿子送到那些坏人手里，是我亲手葬送了他的生命，他才刚满月，我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他学会照顾自己，自食其力，是我自私，我希望他可以早点独立，那我就可以早点回到我工作的岗位上，是我放不下史上第一女捕快这个虚名，我是天下间最要不得的母亲，所以上天才这样惩罚我。那我呢？老天也在惩罚我吗？你才当了一个月的娘，可我当了25年了。25年来，我相夫教子，结果相公早早就死了。可笑的是，我的儿子不管聪明还是笨，我们家的财产足够让他活上几辈子。尽管这样，我看到别的孩子家长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我也给孩子报了这个班那个班，生怕他落后。为了让孩子安心学习，我风雨无阻地上学校去接他，晚上亲自督促，让他挑灯夜读，就是为了让他能出人头地。可是我又担心家里的钱太多，怕别人惦记着，明知道孩子喜欢玩，又怕让他玩散了心，连大街都不敢让他去。十年寒窗，他终于考上了功名，可是我又怕他应付不了官场的复杂，我就花了500两给他买了个班头，为的就是卧龙镇的平安。作为母亲，我为他做好了每一步的打算，可是结果呢？结果他成了江湖大盗，现在还成了阶下囚，生死未卜。你说是你失败还是我失败？袁夫人，你不用安慰我，自从高大人来告诉我说我们家志大原来是独孤泽南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很难受。我在想，我们家这么富有，那孩子为什么会去当贼呢？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命，这就是命啊！不管父母多细心去培养和爱孩子，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不离不弃地站在孩子身后，帮助他走到正路，让孩子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不管怎样，我们都要让孩子知道，就算孩子死，要让他们知道父母是爱他们的。高大人跟我说，我们家有一部分的财产
是赃物，我根本无所谓，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儿子给我留下的福还是祸，作为女人，母亲都要跟孩子一块来承担。现在外面有很多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甚至怀疑我的亡夫也是个江湖大盗，所以才有这么多财产。我对这些事情一笑置之，根本不理他们，因为我知道我可爱的儿子他需要我的支持，我不能倒下，我倒下我儿子就完了。袁夫人，你儿子不是大盗。我知道独孤泽南不是一般的大盗，而是侠盗，所以想到这个我心里头无比的骄傲。你是应该为他骄傲的。我走了。你去哪儿？袁夫人，谢谢你过来安慰我，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我不会倒下的，我一定要撑住，因为我儿子还等着我去救他。太好了，丹丹，我终于看到原来的丹丹了。丹丹有什么急事吗？丹丹姐说她有个新的想法。新想法？丹丹。啊。哎呀，你又有什么想法？高大人，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了。我已经重新做了一个总结。现在我觉得要把黄雀找出来并不是很困难，而且事不宜迟。我现在需要大量的人手，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召集七镇衙门所有的人，大规模地毯式搜索。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黄雀和他的党羽一一揪出来。丹丹呐，你们先下去。是是。丹丹，你冷静地听我说啊，来，坐，坐。不能再等了。别着急，来，坐下说。丹丹。你平时推理堪称是首屈一指啊，可今天你所说的有点乱了套，原谅高叔叔不能答应你的请求。为什么？黄雀已经把12个孩子都给放了，唯独不见你的儿子，你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缘故吗？可能他已经死了，也可能是黄雀另有想法。独孤泽南已经被抓，钱已经拿到了，黄雀还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吗？这不好说。是啊，在这样不好说的情况下，你让我召集7个镇的衙门来个总动员，就为你找一个不好说，那朝廷会怎么看的？老百姓会怎么看的？孩子，这天下不是我高知方一个人说了算的呀。但是笛声就等着我去救他呢。我能不让你去救孩子吗？也许就像你所说的，孩子还活着，还有一线生机，我都想帮你救你的孩子。可是要想我以权谋私，滥用职权，也得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吧。那如果我说袁班头根本就不是独孤泽南，真正的独孤泽南另有其人，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哎，胡说，我已经上报了朝廷，独孤泽南已经成功落网。孩子，你可不能因为一己私利无事生非放弃了原则，这样会毁了你的前程的。我知道独孤泽南现在就跟黄雀在一起，如果你想要抓到真正的他，你就得听我的，不然朝廷查明真相，你不但乌纱不保，甚至会人头落地。你有什么证据？你忘了，我见过独孤泽南，根本就不是袁班头。他之所以这么做，不用想，就是牺牲自己来拯救那些孩子。而我一直没有拆穿，无非也是想，应该先把人质救出来。哎，
这只是你个人的推断。高叔叔，你还记得先朝皇帝珍品名画巡回展览那件事吗？怎么？独孤泽南下手的时候，袁大人就在我身边，后来我们还一起追捕他。你想想，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去分饰两角？除非他会分身术。这，高叔叔，相信我，听我一次。这一次不只是救我儿子，还有救你。你让我想想吧。丹丹姐，你看，是笛声的鞋，是笛声的鞋，肯定在这附近。继续找，继续。嘿，刚才还没什么表情，怎么一到你手里就笑了？那是当然，戴德可是小不点的干爹啊。小不点虽然小，可是特别懂事，对吧？老大，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办？就等独孤泽南自投罗网呗。老大，你为什么总放不下这个人呢？你跟他到底有什么过节啊？游戏才刚刚开始玩。可是我们不爱玩这个游戏。老大，其实这些钱也够我们花上几年了，要不咱们休息会儿行不行？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次死里逃生出来，我是真有点吃不消了。以前我们只是骗骗一些老人，无知妇孺，这次却要装神弄鬼，还要绑架人家的小孩，又被收监。老大，你们在外面好好的，那当然无所谓，你都不知道那个顾丹丹，她自从丢了儿子以后就像发疯一样，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折磨我们，非要逼我们供出你的名字，可我们打死都不干，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哥们儿啊，从小一起受尽折磨，一起死里逃生，才走到今天的铁哥们儿啊。当时我们要是死了也就算了，可今天你又把我们带回这条不归路，为了一个独孤泽南，值得吗？老大，您别误会，他们的意思是从今以后跟我各走各路，互不相干，是吗？老大，其实大家只是想过一下正常人的生活。嗯。正常？我们五岁当乞丐，七岁当小偷，十二三岁就当土匪，十五岁就在街上行骗，你说这怎么正常？你说啊！还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你不要再做梦了，好不好？你哭什么？你干嘛？你们哭什么？我们现在难道过得不好吗？自由自在，再也没有人敢打我们，再也没有人敢骂我们，这样的生活难道你们还不满意吗？好吧，既然这样，咱们大家就都别再去想对付独孤泽南，还是过回以前的生活吧。我们斗不过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们。我不想再坐牢。我想过安静的生活，老大。我没把自己看得太高，我们输不起的。老大，老大，我劝着他吧。
回去跟他们说，大家把钱分了，咱们从此以后各走各的。把孩子给我，我自己去对付独孤泽南。我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儿子，又怎么会再交到你的手上？人错一次情有可原，在同一件事情上错两次，就连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你，拿着，戴德。你是？我是阿莲。阿莲，原来你是捕快。是什么人把你绑在这里？不知道，他动作太快了，看不清楚。难道是独孤泽南？把他交给高大人，我进去看看。是。是。走。我就是你无时无刻不想打败的那个人。果然是你。你很了不起。一般人很容易被表面发生的事情所蒙骗，失去了方向，而你由始至终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证明你不但聪明，而且意志力超乎常人。你想说什么？其实我早就败在你手上了。你是在取笑我吗？没有，我是真心的佩服你。从一开始你就抓住了我初为人父的弱点，而且进行巨细无遗的调查。艾公子和他那个媳妇儿啊，那简直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三天两头就吵，我们呀都习惯了。他们两口子只要有一天不吵架，哎呀，那可是天下奇闻了。是啊，今天呢是他们家儿子满月，休战一天。哎呦，我说这先有孩子后有爱情的婚姻，那注定是个悲剧。我觉得吧，这关键女方是个捕快，整天被自己媳妇儿像钉匪徒一样盯着，说句话也像套口供一样，正常人谁受得了？哎，艾公子他家呀可是名副其实的好人家，他呀乐善好施，行善积德，他爷爷生前的时候就说过，宁人负我，我莫负人，所以啊他们一家三代是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别人的事情的。哎，对对对对，都知道艾公子是个好人，这我们都知道。你租下逸春阁也不是偶然，因为你从房东的口中知道我买下对面的房子。这套也不错啊。黄公子，这套房刚刚被爱家小厨的老板买下了。你是说爱丁堡？哎，那还有谁，本来他们家几代一直都是前仆后居，最近他媳妇儿生了个金婆罗，嫌房子不够用，上个月开始就一直在物色好房子，终于让他找到这一套房。不过对面的这家也相当不错呀，虽然以前是个青楼，但是已经空置多时了，再过几天就不会有人记得了。要不我带您去看看。哎，黄公子，这边请。你把学校开在我家对面，让我自然而然地陷入了你布下的天罗地网，而我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察觉到这里面暗藏杀机，还亲手把自己的儿子交到你手上。当我知道我儿子失踪的那一刹那，我脑子里是空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想不到，什么也看不见。
我突然在想，你那么爱躺在上面，说明你很怀念小时候的幸福时光。于是我就猜想，你是不是曾经被拐卖的儿童。我杀了你！17年前，花甲镇一帮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了十几个儿童，其中一个就是你，对吧？那段经历让你对人充满了仇恨，直到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从出道以来就没有失手过的独孤泽南，你想挑战他，打败他，填补你内心的黑洞，是不是？其实在我10岁的时候，我也是个被拐卖的儿童。快快跟上，快点，我跟上。爹娘，我好想你们。快点走，快，快跟上。看见了没有？没有。没看见是吧？好，再来一次。啊，看见了没有？我不干，我不干。你不干？妈的，过来！干干干干！小兔崽子，学不会天天抽你！你个小兔崽子，什么都学不会，想在我这儿白吃白喝啊？啊！老豆，收拾他！啊！干不干啊你啊？叫笨子，这个都不会，再来！小笨子，这还差不多。好脸的，你们横着点，青出于蓝胜于蓝。这小子行啊，老杜。你来。哼。怎么，怎么回事啊？出来。哎呀。在别的孩子还在爹娘的怀抱里撒娇视为珠宝的时候，我爹娘就死了。臭小子，偷不到钱，我被山贼就别想要饭吃，训练成小偷，每天偷东西就是为了解决温饱，就这样过了十几年行尸走肉的生活。哎，烧饼嘞，油酥烧饼，糖烧饼，刚出锅的芝麻烧饼嘞，卖烧饼嘞，芝麻烧饼，油酥烧饼，芝麻烧饼，油酥烧饼，刚出锅的嘞。好吃不？好吃，再给我吃点。17岁那年，我的功夫可以说是相当到家，老一辈几乎都不用出手了。我和那个跟我一起长大的女孩在外面做点生意，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但是他们还嫌不够，开始逼着我杀人。所以你杀了人吗？所以我决定离开他们，可是那些都是老奸巨猾的老狐狸，想逃可没那么容易。于是我想到了自杀。自杀？当然不是真的了，是假死。哎，看到了吗？就这帮人，一块儿怎么一个不留？兄弟们，上！
干得漂亮！猴子，一切顺利。快，拿东西！小宝，小宝，小宝，你醒醒啊！小宝，老杜死了！啊！走吧，跟上，走，进，快，进。那我比你狠。长大以后，我不想再被人家支配，就把当初拐卖我的那些人全给杀了，自立门户，成为老大。你重获自由，这么多年你收获不少，生活也算是安定，可是为什么不快乐呢？快乐是什么？快乐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去分享，让他感觉到很满足，很安乐，很幸福，让他觉得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从而让你为自己的存在而感觉到骄傲。可我听说你跟顾丹丹每天吵架，那你们快乐吗？我说的不是他，是卧龙镇。当我摆脱掉那些江湖大道，千里迢迢走回家，在路上我发现天灾连连，盗贼横行，民不聊生，人命财物都得不到保障，于是我选择了从一个江湖大道化身为独孤泽南，用我自己的方式去保护我的家，保护我的乡里邻居。前半生的不幸我们可以怨天尤人，后半生该怎么走，你应该自己做主。黄雀，你觉得呢？别等了，咱把钱分了走吧。不行，戴德已经去说了，怎么样也得等他们回来。安姨，你为什么总是对黄雀那么死心眼啊？没有黄雀咱们能有今天吗？喂，要不是老大带我们逃出升天，我们现在还是低三下四的小流氓，你这是忘恩负义。你说谁呢？你说谁忘恩负义啊？喂，难道你忘了吗？咱们都指天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呀，我们现在自身都难保啊，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啊？来来来，分钱分钱分了吧。哎，就是来来来，分钱。到，哎，跟上，就是这儿，咱们就在里面。上，是是。听门。是是。风铃，把他们全抓起来。风铃，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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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在哪里？我儿子在哪里？说说。我儿子在哪里？被抱走了。抱到哪儿去了？抱走了。大姐，别着急，大姐会找到的。抱走了，别着急。我绑了你的儿子，把你们折腾得天翻地覆，为什么还放过我？因为我在你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我可不是什么侠盗。也许你以后会做得比我更好。我才不会输给你。拭目以待。官兵，跟我来。快走，走，快点，快点，老实点。
站住！丹丹，丹丹，快救我！爱丁堡，狄香，狄香，他没事吧？哦，他没事，他挺好的。顾丹丹，你还想要你的相公，还有你的儿子吗？你想怎样？立刻放了我的人。行，你把他们先放了。你诡计多端，除非你先放了我的人，要不然我才不信。丹丹，不要胡来，他可是你的相公。我放了，他也不见得会放人。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爱丁堡，只能怪你娶错了媳妇。丹丹，哎，我放，你别杀他们，我放。放人！快放人！放人！放人！放开我！快！老大，你们先走，我来掩护你们。不，老大，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对，老大，你们走，我们也不走，我们也不走。如果你们还当我是你们老大的话，要赶快滚。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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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呐！走走走，快走快走，走吧，走走，快。你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你想怎么样啊，皇爵？你想干嘛啊？杀人、绑架、勒索、要挟官员、诈骗，我全都认了。你疯了？快走！你想做一辈子牢吗？啊！我说过，我不会输给你的。你后半生，我想自己做主。抓住他！狄香，想死娘了，没事吧？啊！娘不是在做梦吗？娘抱的真是你吗？是真的，是真的。丹丹，我们回家吧。嗯。宝宝，宝宝回来了，宝宝。老莫，怎么是你啊？我还以为是宝宝呢，我还以为宝宝回来了。你怎么会睡在这里呀？你应该睡在屋里呀。睡在哪儿都一样。放心吧，啊，没有事情的，不会有事情的。我怎么可能不着急？医生他刚刚才满月，一个孩子离家这么久了，外面风景浪急的，他怎么受得了啊？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这。我能不着急吗？啊！你不要难过呀，难过，你哭了，你哭了，难过。哎呀，孩子怎么办？哦，对了，对了，你快趁热把这个喝了吧。这是什么呀？啊，叫朱古力，是自己最最心爱的人喝的，是爱家公子叫我调制的，你快趁热喝了吧。我还爱着你，永远爱着你，梦中的你和我相伴相依。这张网，害怕记忆四处流淌，冲动的爱匆匆忙忙，哭过要自己尝。我不敢触摸这张网，
梦中的你和我相爱。